大家好，下面我给大家演示杭州名菜龙井虾仁，所用的主料是西湖的青虾、青虾仁，辅料是西湖龙井，还有蛋清。下面用的那个调料是水淀粉、姜汁、盐、味精和料酒。下面我们先把青虾剥成虾仁，然后把剥好的虾仁清洗一下，然后加入盐，上劲，加入蛋清，姜汁，味精，淀粉，接下来我们就上火炒制一下。下面将那个虾仁放入四成的油温，滑散。然后加一点料酒，加点茶汁，好了，龙井虾仁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杭州名菜龙井虾仁的它的主要特点是虾仁白嫩，茶叶翠绿，色泽淡雅，味美清鲜。